有看过哦。好神奇哦。一位优秀的议员，谢谢。来，除此之外呢，我们有那当然，我们可能活动有时候会稍微误会。那我们现场欢迎我们的张记者，谢谢。杨燕是理事长，那么还有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那一颗希望种子啊，所以我们的灵魂飞出来的时候是更高的层次。真的，八年就是真的很好，一方面哈也让所有对大家都打好八年，对，所以我们梅芬的女儿梅玉为荣，都是有从李丽老师一手策划。好，来换这边喽。好，换右手边的镜头，右边请准备喽。我是谢美容，我是一位脊椎损伤者，他都已经不依不的指导我，我也认识了九年多了。那老师也办了一场又一场的活动，让我们可以真正的去学习，去做分享。真的，我非常感谢一路上有美丽老师，所以我们的视障朋友，只要自己把我们的心态准备好了，机会就会自降临到我们身上。我们请的老师不像我们镜头，那我们也高雄的老师一个掌声。好，谢谢你哦。能够看到总统级的一个还有我们的公共电视，点了，期盼呢，今天。